2020咧，香港限制性嘅就係咁上一次咁特別嘅 visa 上嚟嘅嘢啊！咁咧由依家開始咧，到8月27號，每個禮拜六下晝3點到9點鐘，我哋會喺唔同商場為一啲消費嘅朋友帶嚟一連串嘅驚喜嘅。嗱，我可以講，頭先咧我哋派咗驚喜大使喺呢個新世紀廣場呢度咧，哇，入咗三位幸運兒啦，不如即刻請佢哋出嚟好嗎？俾掌聲我哋三位。你個名好英啊，英山嚟邊啊？唔知你嚟啦。OK， 不如買咩嘢啊？買件羽絨啦。買件羽絨，俾自己諗翻，你諗得到嘅。買得嚟嘅 ，OK。好啦，我想問下你哋頭先咧係用咩方式消費啊？都係用 Visa。Visa 卡，咁問下你哋點解呢？首先要送一送由新四海出送出嘅500蚊現金券俾你嘅。仔到啊！喂，阿曾生想問下你頭先喺度做緊咩啫？食嘢啦。食嘢，飽唔飽？飽啊！食咩菜？食呢個印尼餐廳。印尼餐廳飽啦，仔。OK， 好啊。想問下你頭先你找數用咩方式食 ？Visa。Visa 噶，咁咪冇辦法啦，又要送多兩樣嘢俾你啦，500蚊嘅現金券，攞住一 AD 啦，同埋有500蚊嚟攞做好玩嘅活動呢啲。文化俾個 Visa 簽名嘅，恭喜曬！咁啊，趙太，哇，揸住一袋啦，咩嚟先？做呢嘅咩咩嘢嘅嗰個化妝品？化妝品係嘛？真緊張㗎！喂，趙太，買化妝品俾自己，家人咧？家人一齊用啦，令你啲皮膚好感染啊！好，先送500蚊嘅現金俾你先啊！再一次恭喜曬三位，呢邊影一影張相先啊！咁啊，頭先咧趙太咧就攞到500蚊啦，但係唔止嘅，只要咧話俾你聽，嚟緊呢個一個鐘裏邊咧，只要用翻 Visa 嘅簽帳嘅話咧，一樣會送翻500蚊嘅 Visa 簽帳俾你嘅。OK， 講多個好消息啊，然後可以少少啦。講多個好消息俾你哋聽啊，就係呢個8月31號最後一場嘅2021夏盛會咧，我要喺所有幸運兒裏邊抽出嗰一位幸運兒。之後送出10,000蚊嘅 Visa 簽證俾你嘅 ，OK， 好盡快就完成。而其他朋友亦都唔需要行日，亦都唔需要羨慕嘅，點解呢？